主料：白菜300克，猪肉500克，辅料：盐20克，葱60克，姜30克，酱油5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猪肉切小片，和葱拌匀，然后剁成肉末。白菜洗干净，再切成丁，然后加多一点盐撒在白菜上，抓匀。肉馅淋上酱油，再切一点姜末撒在肉上，这就是小诀窍了。肉馅加葱姜，不仅能去油腻，还能增香。然后将猪肉和白菜搅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白菜抓盐是能防止白菜出太多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